中国区超级 MMM 的主同参与者，我的名字叫严军章。我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好的金融平台，我得知了超级 MMM 的一些情况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接着于2015年10月25号提供6500美金的帮助款，10月28号提供了3500美金的帮助款。坚持每天做推广任务，在这个大家庭里。了解了，超级 MM 已经在会员国际上运行了4年多的时间，有100多个国家和朋友们在参与，每天在网上发表参与 MMM 的幸福感言。大家都在这个美好的平台里帮助了别人，同时也帮助了自己。我于每天用很少的时间坚持做任务，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收益。我于2015年11月4号申请得到帮助2710美金，平台瞬间给我匹配了帮助款项，我提现2710美金的本金和利息，我很开心。感谢马夫罗蒂先生的伟大创举，感谢领导人，感谢所有 MMM 会员的伙伴们。祝愿超级 MMM 越来越壮大，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美好的平台。谢谢大家。